体考体测1000米，蓝色妖姬切尔西。知道我上周怎么穿切尔西跑的3分05吗？因为我在鞋子里面加了秘密武器 Boost 阿迪的鞋垫啊！今天是绿色毒刺 Prime， 高低给你进个300。备跑，想要跑进300，步频必须两百起，冲啊！想要你的步幅大，你的腿得折叠起来，拉起来，冲啊！这鞋怎么样啊？碳柱加碳板。吃了爆子弹，那崴脚谁来管？切尔西来管，反正我不管。厉害呀，郑哥！必须的，是不是该筋膜刀放松了？这个还是留给小明吧。兄弟们跑完了吗？这是我的成绩，2分57秒。感谢我的父母亲给我零花钱买 Prime X。体考体测，咱们还是穿运动鞋，不要穿切尔西。如果你想要跑进300拿满分，每周一次200米的速度训练和40分钟的有氧慢跑，必须达到一次。祝你体考满分。